今天是老爸的生日，我和姐夫中午前给他订了个大蛋糕。啊，我一买的蛋糕就给他吃。姐夫快捡起拿来吧你。于是我和姐夫只好自己做一个。这也弄不平啊。姐夫，要不你试试这个。爸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姐夫，我爸63。哎呀，对，没事。吃完蛋糕，姐夫送给老板一幅画。哎，爸，我给你挂上。我就这样，没事。算了，来，吃蛋糕。哎，不对呀，姐，蛋糕不是吃完了吗？啊，我看月子锅上面还有个蛋糕。我姐今晚突然要回娘家住，姐夫叫我一会出去嗨。姐姐最后还是走了，姐夫终于如愿以偿。说了姐夫，真心话大冒险，你咋冒险呢？冒险多刺激啊！行，那你回家吧。选真心话。好，那你觉得他俩谁？姐夫，你觉得咱俩瞒着我姐出来合适吗？反正我觉得是挺不合适的。有啥不合适的？嗨起来！怕他俩吵架，我提前回了家，我可真善。这么骗我弟是不是不太好呀？我不把他骗去，咱俩怎么二人世界呀？今天晚上咱俩好好。哇操，小丑竟然是我自己。